荒郊野外去哪里问人家要吃的东西？哎，有车来的声音。哎呦，哇，好快，好快哦！你看，大奶，阿妈，大奶，阿妈，哦，你好，又给他拍，哎呀，拍工作啊，你带车的。你自己的还是你？因为它这里有贴一张啊，坡火山也要小心。不是啊，这个车是买二手车啦。哦，对啊，我说奇怪，怎么还会贴一张阿妈的照片在这里？二手车啦，阿妈照片，你们不要乱讲。对啊，没得，阿妈也没得嘛，没得。哎，今仔心情好啦，一套大多啊吼，无罪定谳啊，对，有像啊，有像啊，对，哎，阿扁总统，相信今天能够一出来散心，就遇到这么亲切的阿妈，看到她好像看到扁妈一样，但是扁妈塞车不就散？哦，你去塞车做厉害，我想以后如果要越狱逃亡，我会请你来帮我。可以，不要乱讲，不容易被逮捕。啊，你开车这么快，有人敢坐你的？天灾，就搞的，哎呀，啊，但是今天我出来跟主要是要吃物件，我是要吃物件，卖点的叫模仿，模仿是另外一个节目。对，慢一点，不然你也很辛苦啦，对不对？你要大声，你说我这样子。真的，我真的，你要赶快把它选个东西吃啊！而且选那个东西要跟我年纪差不多的，也跟你年纪差不多，不用模仿了。不用模仿，是不是？直接请他选啊！我在板子上面有十道美食，你注意看一些哈，你看。就被我找到了。被你找到了，这么快？阿妈，哎，蛋奶，刚好你结婚，有人在山上做，你们就可以去吃。对。哎呦。他搬家了，车站搬到有点危险，搬到山上。好，那我们现在问你的哈，注意哦，预备开始。现在你要吃什么？一到十，嘿，阿妈，这个，哎，刚刚好，这什么？人在做竹筒饭，不是一般的竹筒饭呢，我们早上去砍一根马祖，跑到马祖哦。你不要以为吃竹筒饭只吃竹筒饭，很长，每一节一道料理，每一节都一道料理。你就不能吃葱油饼吗？你要吃葱油饼，下一次来。还下一次，这一次就输了，还下一次。啊，你被重新讲竹筒饭了。哎啦哎啦，尝下。不吃到啦，好长的啦，就这样的啦。啊，你要载我们去不对？啊，先讲好，未使剩大肚安尼哦。哎，慢慢来。啊，开干嘛呢？阿妈都自己也坐在里面，你们年轻人怕什么？好，来，我酒驾。好，小心哦，注意哦，来。哦，阿妈出发哈，来这里。哇，厉害啦！这就是板豆在吃迄款嘛，就是白虾。哦，白虾，白虾吼，食食个大块虾。对嘛，你也是辛苦得来，比较珍贵。这个是我们的，你是天王，我特别为你准备。真的吗？真的哦。哎啊，对嘛。三次了，有没有看到？没有，你看，让你都自卑，有没有看到？天王这么大，这么大有没有？等，看到。我已经忍你一整天了，我还要穿青蛙装。这个，你知道台北来的是？只有这一次要报啊！哎呀，请上面写。绿色。绿的。这个哪里买的？哎，你爸爸呀，那拜托，白的还这么小一只。什么白？这个的话三次哎，这个都没办法。这一只，而且呢？而且那壳是最薄的，这一只还三吃啊！哇，我的妈呀！没有，这天王菜了。好 ，OK， 既然这样，那把头帮我拿去煮粥。好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那我准备煮个汤。卖阿内啦，大家来了就这么的，到就到你家。这个，那新哥的辛苦，我不需要给新哥吃哈。有。好的。哎。哦。真的。哎呦，这一招哈，先把这个壳掐下来，好。那从这里呀、啊？对啊，从这里解可以吗？还是这里？中间，往下拨。好，哎呦，捏起来，不过夹住啦。哎呦，
哦。拖下来，不，从那拖这边，你拖那边就不对了。对，有没有？啊，然后尾巴，然后捏一下，这捏捏捏，肉挤出来，捏一下，肉挤出来呀，挤肉。他吃我们的虾才有办法这样。新鲜的好多。对。哦，哎，吃你这虾子好有感觉哦。对。问一下嘛，您这附近有没有比较接近的 motel？ 有吗？有，我要洗手。洗手这边有厕所？这边有啊，这边有厕所。我没有那么狂野在厕所。不是啊，好吧，好。你贵姓？我姓楚。好了，今天谢谢陈大哥张一路陪伴。楚大哥，楚大哥。好。谢谢楚大哥。什么改来改去，不是姓陈。他没有狗，他是谁？好了，那我们就上路了啊！谢谢陈大哥，谢谢。好了，上车。到了。好，可以下车了吗？我可以下车了。啊，应该抹冻啊那了。好了，有钱。你看。哎，唐同学，可以下车了，唐同学，你那边哪里？阿妈睡觉，阿妈公公婆婆，阿妈睡觉，阿妈在跳到山嘞，刚刚几次是用跳的。那我们介绍一下，哎呀，哎你好，哎你好，阿公你好，哦你有够笑脸的嘞，哎，哦这40天哦，40天人家啊这几天啊，后边那140天。对啊，半年啊，这产比我那刚好收成吼，对，差不多将近80天。所以今晚咧做，今晚做七个，啊，你郭伯伯，你来试一下，我看嘛，好不好？我来，哎，这个红用掉，对，啊，今晚嘿，这比我吼，哦，哎，你咧用这机器吼，跟阿妈塞车同款咧，下时间哦，好不好？你先来呢。好，来吧，好，好吃哦！哇，老祖宗的智慧，好，很累，来，你要睡，要，来，走，不要过这个木头，不伤心，不要走，不要走木头，以前就是进产的囡啊，是，爱胖，好你可能不介意，你一边会退嘞。好啦。
丈夫，我嘛是了解你，我嘛是脱不了戏，我嘛是啊，他真的喜欢这个歌、啊，对，唱到七头很好啦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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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海路唔通行。这不好不好不好，这唱别的唱。唱别的。这里像一只船队，不啦，你们两个像船队。我白瓜啦，不啦不啦，我前面在家的一间海产店嘛。嗯嗯嗯。太好了，我们来这里哈、哦，是想要问一下，怎么样？现在你要吃什么？吃哪一个？我花烤肉，我花烤肉一个哈。这边都可以选吧，是，那就龟山岛来一点。哎，是这个吗？啊，对啊，对，海山岛。不是啊，你那海山岛对吧？啊，你乌石港啊？对啊。吃这个没事，吃这个无，吃我都要等下台吧。还要等个无？那奇怪了，不是来这吃茶叶蛋？吃这个是谁？那是我。红斑长的禽兽围城一半，你卖阿爹啦！假黑哦，那没得骗。龟山岛要坐船呢、欸？有我有船啊！你有船？有啊！所以你是自己去船抓回来的？我不是餐厅老板，是公司的老板。你不是这边老板？我问你是个老板？对，我是老板啊，是那个船的老板。船的老板对、啊。我这样刚看到你，我还帮你拉绳，你快点进去。隔壁啊，这边看着我，那怎么办啊？龟山岛了，对，出发，好，走，来背船，背，这穿多少啊？好贵吧？最近穿这家很衰，我不这个啊，那我这名牌嘞，对啊，哎呀，天哪，那我进去了，对的，我请阿廖。啊，这样像刚泡完温泉呢、欸。上面有冷泉给你们。哪里啊？啊啊啊！排龙王阿布。我那个大风啪啪起来了。今天还有。再改波叫等下嘞。哦。哎呦，那可以。哎呦。颠覆传统的美食即将带来视觉与味蕾的冲击喽。一南高坡，龟山岛，我们来了。那我们现在呢，在举办呢金夏宜兰哦抽奖。龟山岛，龟山岛。啊，你来这龙龟山岛啊，你。再会，在明年的这个时候，真的假的？就可以泡 baby 了。